上，这天气热了。我看你，你站起，我看你长得好高了，好像长得比较慢呐、啊。你吃肉没有？你多吃点肉去没有？把老师讲了，哎，老师多听一点了。没有啊，这个小伙儿就称赞了噻。走。你可以自己选，看有自己喜欢的没得，没得就喊娘娘帮你配去。哎妈，这个是过这个了，可以。如果说是套房。可以。哎，我给你想。俺没学期的奖状都拿进来，屋里边个人包满了。搞一下不嘛？干嘛？搞。再给选套浅色点的，只套就穿起来屋里耍。穿一套有时候臭皮就穿到浅色点的，再选一套不得。现在天气热了，一个跟他买两套衣裳，因为要换着穿。我也经常高逼没时间来的，就是刚好今天录音有。那短了，再短就不好吧？不得。好。接着来不？嘿嘿，完事。那小妹妹，我送你一条短裤子，我自己也没送呀。我看你身上条短裤子，你是的很那种哦。我一看有你穿着了没得？还是干？没关系。要得好，感谢。谢谢你，谢谢两位，谁都来给我买的。好，拜拜。要得好，拜拜。哎，所以家常两味嘛。走不来，等一会。大小伙子哥。好，多谢了，老板娘。哎呀，谢谢你的关照。因为想看你个嘛，因为想看个几度。谢谢叔叔。喂，谁？行，我给你预备个谢谢叔叔餐。哎，娘娘把汤圆煮起来，好，吃了再走。哦，还有鹌鹑的可乐表，两个可乐表，噶，可以。不过这学期争取龙舟火力。有信心没得？走了，不想送的不想送的，好，就跟外婆带舞。哎呀，不要送了，你还整煮茶整清整白了，你还要？要的。